请第一组家长们上台，请第一组的校区板娘家长上台。
前面，笑一个，好，请向右转，好，请家长带着我们的楷模到台下来观礼。好，现在有请第三组的楷模家长们请上台。好，家长请就坐。以下请楷模戴红楷、刘佳瑜、周延廷、何家娟、李云婷、李云莹、陈红丽请上台。小朋友向后转。左脚请向前一步，右脚跪下，双手观察，抬头挺胸，面带微笑，为长辈们奉茶，喝下第一口茶，心发好愿，祝福家人平安健康。喝下第二口茶，口说好话，希望宝贝幸福快乐。喝下第三口茶，身行好事，成为孩子的好榜样。好，请说茶盘。好，我们宝贝们，请给家长一个爱的抱抱吧。小朋友比较不好意思哦。好，那我们请家长带着我们的宝贝到台下来观礼。老祖先传承的奉茶文化，孩子真心诚意奉茶谢亲恩，透过奉茶的仪式，鼓励孩子对亲人说爱道感恩，体会亲情看见爱，在生命的转角处让爱转动。